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我们这个在我家附近被我女儿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啊，这个飞行物好像好高哦，已经跟那个云层是一样高的，在那里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以上了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无人机肯定不是这样的，无人机的话没有这么高，而且没有这么大的无人机吧，啊，很少有这么大的无人机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是不是与这个外星飞船啊 UFO 啊，啊，是不是外星人来侵略我们了？啊，这个好奇怪哦。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？哦，这个还在这里呢，你看这么一动不动的，就好像定住了。这个好像是一颗卫星吗？卫星也不可能呀，卫星没有离得这么近的呀。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希望有知道的大神能给我们回答一下啊！这个东西我真的从来没看见过，又不像飞机，又不像这个气球，又不像无人机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它真的是不是外星飞船？是不是外星人要来侵略我们啦？啊哈哈，真是太神奇了啊，我女儿这个洞察力太强了，居然被她发现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好，拜拜。